那会儿怎么把这个艰苦的时期度过的？分享一下吧。哎呦，我岁数大了就没那么艰苦了，真的。就我岁数大了，跟他不一样，他是觉得好像这小孩来得太突然，那我们都。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。